这一块地方的原貌，这一块当初这里都是全部都是海，后来在做金帆码头，第一期金帆码头的时候把它建造台埔新生地啊，这一块做起来，那这一块在当初这一块的地方啊，就是我现在的城市啊，这个地方不一样了。这个就是最早期的七爷八爷。你是未来，你是啊，年轻的老妈。他是真正的七爷八爷两块，矮的叫八爷，高的叫七爷。啊，他为什么现在变成没有一块呢？就是在当初在建造污水处理厂的时候。三期的工程把八爷给弄掉下来。我们有问过陈元帅以后，他认为说这两块确实是他的七爷八爷，在外面守护着这个整个沿岸，啊，守护着整个沿岸，啊，我们是有最长靠近的地方就是这一块，啊。但地震度的时候，大陆地区投身自由、渔船投身自由或者投身自由，最常抢滩的这一块地方都是这里，啊，就在这一块。但是这一块地方被大陆抢到的，被军方打死的很多的，就在这个地方。现在的时候，大陆只要渔船投身自由，我们都把它叫做黎明野溪，因为在当地政府的时候，黎明野溪。我们那时候有民团自卫队，民团自卫队有枪，啊、哦，第一个要去外面民团，第一个要去接触渔船的是谁，你知道吗？叫民团自卫队，阿兵哥不管，阿兵哥只守在后面。元帅庙最早期，大家在我们本地人把它称的顶流陈大哥啊、哦，但是他真正的。是陈将军海岸站进去，海岸站进去的时候，他就拉到一个这块岩石这个地方，拉不动了。啊、哦，现在因为他的岩石这块拉不动了，以后拉不动，他就认为这块地方是他的风水宝地。那后来查证，他这块叫做鼻穴，那有人传出是青蛙穴，啊、哦，青蛙穴，那他这一块是他的鼻穴。他当初都很穷，没有办法把他叫威武陈将军啊、哦。这下面地方是水，大陆台。你去看这个牌楼，上面一滴水鱼都没有。他是组装完成的啊、哦，他全部只有他在地基下面哈、哦、这一块，其他都是组装完成的。它是一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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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也是在大陆编号编好啊，全部在大陆编号编好啊。你大家看一下，两边是土墙啊。撤的时候，东海部队撤退到这个地方来，之后为了做防御的这个工作，所以说他征用民兵，在这个区块海的靠海的地方。堆积的土墙做成防御的工事。好，这个是石头的啊，已经没有了，这一块这个已经没有了啊，这块已经过来总统。那早期的上海家里面进驻哪些人呢？西方公司、中油社啊，对，西方公司就是美国的情报局啊，美国的情报局。金友社，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大家知道的金友社，还有什么？当初第九这个我们讲的民北工作站，民北工作站是从现在的教堂。